逮住这个不是说特别好看，你可以逮住这外套，再去逮个那个，先穿那个，给这外套逮住。主要下雨怕你冷。嗯，外穿秋裤，里头穿俩毛衣。现在马上快七点了，因为俺订的高铁票是8:50了，啊，住着身份证没找着，还得提前去一点。高铁上容易饿，坐4个小时。买点拿锅烧饼，再买一个烧鸡，路上吃。这天还没有走，我天气挺宽了吧？你再动动完了。咱进来给你买个到那儿。然后穿个薄点儿，又穿上我给丫给买的大长厚袄了。这个不是吗？哎，算了，你不需要就算了。没有内搭，可能穿的内搭可脏，拿叉给我这个给他做了。我穿上了，我要挑两身儿。确实搭的有点花，是吧？确实是。二主是真喜欢你给他买这个衣服，走吧。嗯，开车出发。我们把车停到这儿，然后已经让大猪去办他的临时身份证了。好久没有出差了是吧？他现在已经坐上高铁了，你看穿了个队服上了一个人一个黑色面包裤。我穿的也是。冷了可以直接随时披上，然后热的话又放大这个衣服。嗯，咱队服。他说也带进去了。睡吧。对啊。因为今天六点都起来了。六点起来，你知道我昨天几点睡的？然后猪一直跟他呼呼腾腾呼呼腾腾。几点？咱已经点菜说他睡醒了，他就点外卖了。他问我吃不吃三点的，所以他说作息不规律，慢慢跳。三点才睡觉，相当于。那你补觉吧。补觉没有睡。你才醒来的。上激动啊！上杭州。啊，主说第一次出差太激动了，睡不着。我猜都是，我是当然太激动了，大城市。一个，因为主没有给俺点坐，然后给他分一些肉。再停半个小时左右，都到杭州了。每次坐车都感觉必须得睡觉，不睡觉都熬不过去4-5个小时。终于到杭州了，我们现在要出发去酒店。2间房间了，咱这次的。二主单看和你站一块还是比你高了多了，男子汉了。哎，就我不高，你没发现吗？估计还得长，才19了。哎呀，够胆下水。在这个房间还挺得劲的，像样大窗户。最看出来那个房间啥样？估计差不多是吧？嗯，反正看2间大窗户。一样，其实一模一样嘞。嗯，这五十块的劲儿，就要住来了穿贴厚了，还穿个大长大厚袄嘞，啥贴贴的，看好明天三六一的时候，好好给你挑两身带劲的往前穿的一样春装。你看看媳妇吧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咱爸刚已经打电话嘱咐了，要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让你自信点儿。嗯。办那些小动作，小动作证明啥？证明你内心比较紧张。对，都得锻炼锻炼，你现在都是锻炼你了，让你自信点儿，给咱拔一个劲儿。妈呀！有娘有虎呗。现在已经差不多安置住了，然后定的是明天下午2点361的转乘，到时候有需要春装的朋友可以进来挑选挑选啊。我看还没有来之前啊，都有人私信我说想运动鞋了啊，还有说上年买了那种运动裤还挺带劲的，说今年啥时候来一场。好，就明天了。因为啥？因为咱确实好久没直播了，今年第一次，已经歇了有好几个月了。去年咱也没有咋出来过。嗯，到时候好好给大家挑挑。春天都会给大家带一场361，因为361是我们一直穿的，然后也觉得比较舒服，品质比较好嘞，性价比比较适中，而且是也是亚运会的一个。嗯，今年杭州亚运会正好给要注意挑几身。嗯嗯，欢迎有点开心呢，看着你。